点儿。周琦，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这个动作技术运用啊，可以给满分啊。咱们国家队这边，首发的后卫还是郭艾伦跟赵继伟，然后锋线上的翟晓春，今天是比较早的上了吴前，周琦一个抢断，这个内线的高度，我们在保证前后场的篮板。局面就好多了，空切好球，再来小隔空差一点，周琦有高度，小川的保证前后场篮板和防的布置投手，对吧？把这个周转球强侧转热，直接投了，迎着弗兰克斯啊，迎着米克斯，迎着米克斯，来自北卡，再来。再来一个，对，周琦感觉放松多了。哎，米克斯刚才也做了一个摊手的动作啊，表示很无奈。是比赛气氛啊，那慢慢沉稳下来以后，心态平和了很多。我们看现在整个的局面啊，包括的每一个人上场都是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，是，敢于去发挥自己的特点。反击机会来了，防相持啊，我们是可以接受的。给周琦，周琦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有了，漂亮。那这个人出手，然后打着打着可能就忘了教练的部署了。跳投，这是强行出手啊！但是还有，哇！周琦今天太棒了啊！有三分，有封盖啊！这个球推手太慢了，对方抓的。帕金斯，基地又被冒了。周琦今天太棒了啊！周琦，这个我现在能听到的，就是场边有很多的这个球迷，尤其是外国球迷啊，用这个英语发音去喊周琦的名字，因为确实和没有必要的犯规。好球，准到周琦这一侧点一下，点起来找对抗，哎呀、可惜了，这个打进啊已经在我嘴边了，可惜没有能够念出来。不过这个球周琦的整个的节奏非常漂亮，接到球之后我们看，因为还有6.1秒的时间，第二发打进攻能力出来，延误给周琦，有错位，会不会有机会成为下半场这边黄蜂的主攻点啊？周琦库尔波卡哦，好球！哎呀，又说早了。不过小川自己抢，帕金斯三分不中，周琦拿到篮板，防跑，但是没法摆脱啊！中攻的这次的防守积极性非常好啊！刚才其实是个反跑的机会，看不轻易犯规，哎，而且还有封盖。库尔博卡三分这次没有了，篮板球。哎，周琦聪明，灵机一动，哎，拍到米克斯身上，还是帅加持球人，给到内线，周琦传出来。阿布杜，好球，漂亮，差一点儿。周琦，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这个动作技术运用啊，可以给满分啊。来看一下周琦刚才这球，真的是漂亮。接郭艾伦传球，郭艾伦传的就很及时，拍一下，直接转身，转身之后，赢得了非常好的上篮空间。再来看一下。极为流畅啊，这球篮板守住，篮板球，好的，周琦拿到，没有，第二发没中，小豪说中投，中投，篮板球，篮板球，周琦拿到了，周琦，周琦好篮板，周琦犯规，周琦干得漂亮，好篮板，还有7.9秒，三分球，时间走完，我们可以再次说中国队，但是这次比分不一样了，以84-80战胜了下游的黄蜂，在夏季联赛的舞台上收获到了今年夏季联赛我们的第一场胜利。